大家好，下面来演示一下第一次使用 Lighthouse。我们在机身背面找到开关键，按下标有爱的一端就开机了。在机身正面找到 Home 键，长按三秒，听到滴滴两声。这时给大家打开看一下，袋子就铺好了。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混流智能垃圾桶的感应开合，在桶二感应屏上方35厘米范围下，有东西经过就会触发它的感应开合。如果想让垃圾桶二处于常开状态，只需按一下 Home 键就开启了一键常开模式。如果要关闭，再按一下 Home 键就关闭了。这时又切换回感应开合模式。大家好，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混流智能垃圾桶的核心功能——一键打包换袋。在机身正面找到 Home 键，长按三秒，听到滴滴的声音就开启了一键打包换袋功能。打好包后大概会自己开启，我们只需取出垃圾袋，大概会自动放下，并进入下一步换袋。听见滴滴声就说明完成了。给大家打开看一下，袋子已经套好了。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混流二代全新升级版 TED 型号的垃圾桶。这款垃圾桶由原来的 TES 升级为 TED 型号，新的充电系统采用了 Type-C 充电口，可以兼容手机快充适配器，充电更方便。同时里面比原来多增加了一组感应头，感应更加灵敏。第一次使用时，我们在机身背面找到开关键，按下标有爱的一端就开机了，然后在机身正面找到 Home 键，长按三秒，听到滴滴两声，垃圾桶开始自动套袋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垃圾袋已经套好，这时就可以开始正常使用。